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Regina Notes 的全新单元，跟我一起瑜伽健身。三月、四月不瑜伽健身，五月、六月徒伤悲啊！以后呢，我就会跟我的美女姐妹 Annie 一起带给大家这个全新的单元啦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就继续看下去，跟我们一起练起来吧。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录这个视频嘛，所以说呢，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短小精悍一点点的，那就是跟我们一起来练屁股。别看短小，但动作练起来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哦。我们一起加油吧！今天的动作主题呢，是根据 YouTube 上一个非常出名的健身博主来学习的，我会把他的信息放在下面的 info box， 如果有什么不成熟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啦，我们以后会设计自己的动作的。开始吧，来来来，我们废话不多说啊，进入第一组动作。每一组动作呢做20个，当然是左右都算了，然后你也可以根据你的情况多做或者少做，因为你别看这动作是这样，其实真的做起来挺累的，我当时也是一个感觉。把双手放于胸前，目光平视，不要看地面，保持平衡，在你自己的速度里面呼吸均匀，每次弯下的时候膝盖不要超过脚尖，然后另外一只腿往出伸，脚尖点地，左右左右，总共做20组。记得拉伸尾骨，尽量下蹲，感受到大腿和屁股的肌肉给你带来的力量。前进吧，顺风号。这个动作准备的时候呢，先举起右腿，双手还是抱于胸前，然后慢慢的身体垂直，脊骨 spine 是垂直的向下，然后直到双手伸直接触到地面。在这个向下的同时呢，右脚抬起向上，向身后踢，整个人呢是一个人形跷跷板，左脚为支点，身体尽量向前，脚尽量向后，头尽量向面前的墙上接近，脚尽量无限向身后的墙上接近，每次向下手点地，脚向后。这个动作呢要注意，向后抬的那条腿呢一定要记得它是 inner rotate， 就是你的胯骨不要向旁边打开，两个胯是平行的，腿跟上半身成一条直线，不要高不要低。一面做10个，两面加起来20个，如果你可以的话一面做20个，两面加起来40个，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啦。呼吸呢始终都要自己调整，就是一个呼吸一个动作，向下的时候呼，那向上的时候就吸，手着地的时候呼，然后站起来双手在胸前合十的时候就吸。有点累要坚持一下。瑜伽的时候老师经常说 It's lucky that we have two legs right， 所以现在是左腿时间啦，还是跟右腿一样，准备的时候呢双手在胸前抱拳，然后呢把左脚抬起向胸前，双手点地， spine 向下的时候呢腿向后伸，注意inner rotate， 注意腿和上半身是一个直线，我在这里是一个错误的示范，大家原谅我第一次做瑜伽视频有点紧张，所以腿跟上半身不是一个直线了，你们要注意，如果要练这个 stress 的话，腿跟上半身一定要保持一条直线，腿伸直向后，然后 hips 平行。大家看安妮就是一个正确的示范，腿很直哦。我觉得这个动作呢看似简单，做一个两个还可以，一下子连着做10个20个也是，而且还是在那种就是标准有强度的这种情况下也是还蛮难的，大家要坚持哦，收益多多。Break time， 哈哈，累不累？休息呢是为了更好的开始。那我们进入下一个动作啦，如图所示，先把右手着地，右脚抬起，上半身跟抬起的左腿呢还是成一条直线，整个上半身向左打开，也就是像着地手相反的方向打开，整个上半身有一个 twist， 然后目光呢随着打开那只手向上，然后目光呢看向上面打开那只手，然后伸起那只脚尽量向后，从大腿根部开始上抬那条抬起来的腿，一面10下，两面20下，左腿完了以后就右腿，记住向相反的方向打开身体。好，下一个呢是一个进行的比较快的动作，就如图所示。这个动作呢其实图示比我的语言解释还简单，从右脚开始跳，弓右脚，然后向外伸左脚，然后往下跳的时候双手着地，左脚右脚左脚右脚，这样跳一面10个，两面20个，然后注意弓腰的时候呢上半身还是直的，不要太弯，保护你的脊背，手着地胳膊伸直。哇靠，安妮做超好的，着地脚要轻柔又有力。来来来，经历了以上的那么多，我们来一个比较 mild 的一点的 twist 吧，深蹲，屁股向后向下坐，腿打开，脚尖向外，膝盖呢向脚尖的方向向前向外，手掌撑在膝盖的上方，胳膊打直，先向左边 twist， 上半身向左边扭，右边的胳膊伸直，弓左边的胳膊，头向左扭，看向左边的肩膀上方，然后向右扭，做2至3组。倒数第二个动作了，宝贝们，双手向胸前抱拳，上半身伸直，目光向前方，深蹲，抬左脚，就是在原地抬左脚，尽量高八度的向左面侧面踢，然后下蹲向右边踢，踢的同时呢，那只着地的脚伸直，向左踢，
向右踢，向左踢，向右踢。好，这样子呢，一面十个，两面二十个。这个动作呢，是一个很萌很可爱的动作，但做起来技术含量也是蛮高的，哈哈。大家使劲的同时要找好着力点，不要拉伤自己哦，运动伤害很可怕。万年不变整理动作 Forward Bend， 上半身向下，额头尽量向，然后呢双手抱左小腿再抱右小，上半身伸直哦，耶，我们完成了拉拉筋十年少。好啦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瑜伽健身视频初体验，如果大家喜欢呢就请给我们点赞，我们会坚持做下去的，下期见吧。那个往下拉吧，预备，一二三，三，一，举，下，二，举，我不行了，这个超练，这个超难，这个做完你屁股会翘，真的吗？哇，哦，这，哦，这可累了。对啊，你们每个都做半半组的，你不要像我的吧？哎，我做你们就。这样吗？哎哎，好，行了，这个已经报名了，上了，这怎么跳的呀？再来一次。啊！啊！你要体验。